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趣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都是我们第598期的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官方2015 Robots in the Sky 的 Grimlock and Beck。Grimlock 就大家很熟悉了，那 Beck 是谁呢？Beck 各位可以看一下，赫灰这边非常邪恶的一个小狂派。钢索的话呢，一样有一个能量盔甲可以穿在身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动画的一个进度我没追到那么多，就不是很清楚了。那盒子的话，就说明书的话呢，不是印在后面，因为它并不是 Warrior Class，它是另外还有附一张说明书的。说明书印的还可以啦，还行吧，但是看我们节目可能了解的会更快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爆丸的一个部分，不是爆丸了，不应该讲 Back，就是满脑子都在想它是一个爆丸。它的话就是就爆丸嘛，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紫色系的一个玩具。那有一个基本的可动，就这个两手的话。两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动，但是这个手呢，因为关节非常的紧，你可能一卡紧的时候呢，它就是会跟着就整个抱完就整个合起来了。那这个头部的一个细节呈现给各位看一下，这边，OK，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初号机的那种紫色的感觉？那合体的话不是合体啊，就组合起来当然非常简单啊。这个地方顺手这样一压的话呢，它这个四只腿的话呢，因为呢我这个可能变形的时候呢把玩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导致于说它这个四条腿的话呢，合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密合。那我建议的话，就合的时候也可以变成这样，让它四根脚掌的话是这样立着。那所以你可以放的时候呢，可以放的一个比较一个可以在桌上不会乱滚那个样子。它本身跟钢索是没有任何的互动的，所以就提过就算了，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期的重点。那我们讲它这个钢索，其实还颇悲情。它的玩具基本上都会卡到一个东西，叫做比例的问题。钢索的话，就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基本上这是之前的一个 Warrior Class，两个的变形结构来讲，其实也颇为的接近。那问题就来了哦，您讲到一个比例控了，因为大家玩变形金刚的玩家，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还是都有一个比例的一个情节，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有一点点小小尴尬。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之前的这个，跟各位分享过这个丝昂啊，你会赫然发现这个豪华战斗人物组的这个比例也可以跟 Warrior Class 做出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搭配哦。你看，跟这个 Warrior Class 的钢索放在一起，哎，你会发现，哎，这样比例好像还是对的。但是变成说呢，我们这个可怜的脚，这个豪华战斗人物组的钢索变成有点奇怪，怎么办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不对？你就找一个体型更小的立群器跟他配，这样就行了，问题立马就解决。好吧，这个比例控的话呢，大概就是提供你这样一个收藏方式，就是你可以再去买这个传奇级的人物来跟他配哦，保证可以做出你非常喜欢的一个比例。这个好吧，这个是也算是一个推坑的一种方式吧。那么它的一个能量盔甲呢，我已经给大家穿上去。穿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类似于变形金刚第四级钢索的那个造型，两个这个龙头是扒开的，放在两侧。那么龙的下巴呢，会移到手侧旁边。这个你估计可以把它当成是刺刀一样的感觉吧。然后基本的一个可动的话，不会受盔甲所影响，完全不会。头的话会啊，头是唯一会，头会被这个盔甲给卡住。但是因为它这个透明件本身并不是那种非常透明的黄，它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有一点琥珀色的这种黄色，并不是非常之透明，所以脸部的一个造型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是不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像这个和会上面一样这么清楚的一个五官，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就整个镜头里头会糊成一块。实际上你用肉眼去看的话呢，它呢也是糊成一块啊。后面给各位看一下。造型就是像这样，其实做的还是相当可以。它跟 Warrior Class 的体型可以说是很接近，盔甲我认为是有加分啊，基本上霸气度有所提升，而且不会被影响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完全都不会。那它的可动本身跟 Warrior Class 基本上也都一样，但这个盔甲呢，除了说在人形下呢有一个戴上去之后有加分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梗啊。我们把它这个盔甲呢重新拆下来一下。那么就不得不再提一下，毕竟呢，它是一个透明件。透明件的话呢，在拔插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小心一点，因为它透明件白痕的情况比较容易出现。当然，本身这一个钢索的这个透明件还算 OK，本身还算 OK，做的还可以。哎，这一集为什么要用这种英式的路法？对，我们讲英式啊，这个就我所知，这种有所谓的美式跟英式的一个路法。英式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人的话是进到镜头里头的，是一个英式的一个路法。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你看它跟 Warrior
class 两个，配色的话是有一点点不同，基本上黑色的部分有略微的减少，然后肩部这个地方的涂装就省略掉了。你看原本这个涂装还有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缩小简化版，上半身的变形完全一样，这个那个一样，可以把这个头过上去，哇，这个头部的一个两兄弟啊，变成一个怪人兄弟啊。不过这个待会再玩变形吧啊，我们这个先来讲一个这个它的这个龙的这个盔甲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盔甲还挺对称，它是两个比较大片的一个零件，我们先把它给组合起来。把它给拼凑起来。那拼的时候呢，我本来还很担心，就是说呢，因为它有一个龙头跟一个盔甲形态的一个转换，那么呢，你就势必要你转换，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拔叉变形，拔叉变形。那拔叉变形的话呢，就必然会对透明件的一个使用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磨耗。那不过所幸啊，我是真的觉得虽然是透明件，但是我觉得这个钢索的透明件。真的还是塑胶还是挺厚的，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塑胶的一个厚度，基本上是相当之 OK 的，没有问题。好，然后都扣好之后呢，把这个头的这个面罩这个部分呢，这里有两个凸跟凹跟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这个都很简单了，这个都很简单。录一下这种人在镜头里头的一个这个地方有个洞，这里有一个洞。把它扣进去，就是也只是一个新鲜，图个新鲜感嘛。各种尝试我们都可以试一下。这个，把它这个盔甲的话呢，可以变形成一个恐龙头。这个 idea 我觉得不错，非常的不赖。龙头骨做圣衣，龙头骨做圣衣，完全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对不对？你不能接受，我也没办法，我就是这么说嘛。它是一个，就是嘴巴可以张，哇，非常大，对不对？然后可以张开哦，可以张开，而且基本上，就怎么说，我这样握住好了，基本上结构还挺坚强的，还不太会掉，也不会松垮，真的不会哦，还不赖。那它也跟这个人形下的这个钢索的，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互动，可以装在手上的。具体的一个装法是这个样子的，在这边，我们看到这里，这边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凸的这个小小这个结构，它呢就是要扣在这个钢索的手臂这个地方有一个类似一个小小一个凹槽滑槽吧，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扣进去，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OK，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把它跟钢索的一个手臂呢做出一个结合了，变成一个龙头的炮吗？我觉得还不错啊，挺喜欢的哦，这个怎么样？还可以吧，对不对？对不对？就盔甲可以变形成一个手炮，而且是一个龙头、龙骨形的一个造型，觉得 OK，还不赖，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哦。这个龙头不错，好吧？那龙头的话呢，还可以跟它的一个恐龙形态做一个结合，这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就给它做一个变形。那它这个变形呢？它这个变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它变到好，因为我看了一下。因为我自己变了一下，我发现我怎么变呢，都不能把它变得很漂亮。上半身的变形跟 Warrior Class 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呢，我们先这样子，两个腿的话呢，一样是两脚，这个两只脚这边一样是先做一个合并。哇塞，这个很刺激哦！我们现在这个变法是要跟平常不一样，是要这样子变给大家看，跟平常变给我们自己看是不一样的，这感觉太刺激了。好像重新来过一样的感觉啊，这个偶尔都要跟一些很熟悉的东西来一个重新认识的感觉，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尾巴一样把它合起来，然后这个问题就来了哦，这个把这个腿的话呢往上面夹过来，然后跟这个背部呢做一个结合。理论上结合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恐龙的这个后腿应该是移动过来，对不对？然后。转下来，转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人形的这个手的话，当然是收进去，收进去，然后再给它转个180度过来，这边也是一样，把这个人的手伸进去，再给它转180度过来。问题就来了，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前肢是放过来到后方的话呢，应该是要能够扣紧，但是我这两个腿的话呢，
我却没有办法呢，没有办法把它扣在这一代，这个部分划过来呢，划过来呢，我没有办法把它扣在这一代，非常的辛苦。我怎么扣呢？我发现我就是扣不到位。然后呢，我上了一下带着 YouTube 的一个网页，好像只有两三个老外做，而且他们变，他们怎么一，他们一翻过来就卡紧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看清楚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个卡紧法？反正我这个腿的后肢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开，一整个很怪啊，我没有办法把它扣紧。我试过非常多次，无法把它扣紧。尽管说站稳的话还是可以站得稳，但是就是很奇怪哦。哎，嘴巴一样可以开。那这个我也想上优酷网去找一下这个影片，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还是那句老话，这个。Robots in Disguise 的玩具呢，在大陆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少人买。那也有朋友说，基本上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货可言，大家对这个系列是非常的不看好。连即便是这种 Warrior Class 的这种算主力的一个级别，都没什么人要进，何况是这种豪华战斗人物组，这是更加冷门一点的一个系列，就更不会有人去批来卖，所以。很多大陆的变形金刚迷友想对这个玩具有想要购买，也必须被迫买一些很贵的一个版本啊，可能或者是等日版进货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恐龙形态。那刚刚有提过它的这个龙头骨的样子呢，它的龙头骨的这里面呢，这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的，这个因为一片黄是看不到，反正里面有一个黄黄小小的一个凸，它是可以跟这个钢索的这个鼻头这个地方呢，是做一个合并的，就把它扣进去，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OK，扣紧之后，它就变成这样子，大头恐龙的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你的一个足部的一个站立，你可能就必须把它被迫把它的身体呢是朝前方再更立起来一样，做一个比较 OK，比较应该讲。老时代的一个暴龙的一个战法，新时代的暴龙都是新的电影的暴龙都站这样，以前旧时代的一种暴龙都是站比较立起来，就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你就是重心把握只要 OK 就行了。但在这个情况下的一个嘴巴还是一样可以做一个张合的，这个龙头骨做生意的设定来讲，我个人觉得是有成功的哦。那玩具的话本身，因为这个 Warrior Class 的 Grimlock 本来在这个 W 级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设计就是在第一波里头是做的比较好的，这个是稍微把它缩小一点而已，但是这个腿部呢没有办法变形到位哦，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只能这样，还是说我真的没变形到位，反正我觉得还是勉强还是可以玩，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完美的一个变形啊，可能我没变好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个龙头的一个。盔甲又可以跟人形的时候变成一个龙头骨的一个手炮来说，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有那么几分意思。那也很奇怪的，就是说我去看这些 YouTube 的老外，他们做这个影片的时候，都是2016年的1、2月份的时候就做了，但是台湾的话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这个玩具出现了。包括前几集和各位做的这个私行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铺货量非常少啊，都是只能看到科博文跟这个 Sideswipe 的一个。出现了，就这个系列变成说是你想买，还真的是不太容易能够买得到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目前这个铺货量真的很少。那有看到的话，就如果觉得价位你可以接受，就把它收了吧。我觉得也是一个挺特殊的一个系列，这个能量盔甲的一个 idea，而且加上一个比例的一个配置的话，如果你对 ID 的系列，你对这个动画片。还是有爱，想把这个动画片的人物的照比例收齐的话，这个系列我可以补充你这个缺憾才对，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们第598集的节目，跟各位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